第一届中正杯排球锦标赛今天上午最后一场的决赛，由陆光蓝队出战士林电机，两队势均力敌，竞争得非常的激烈。陆光蓝队经验足，士林电机体力好，结果陆光蓝队以2-0战胜了士林电机。这场比赛结束以后，接着举行了闭幕典礼，由士林区体育会理事长郭时吉主持，他分别颁奖给各组冠军。浙南甲组陆光蓝队，浙南乙组明哲队，浙女甲组元宝队，浙女乙组信州队，